这个游戏是福利姆上面下载的免费 game，叫做人偶库、人形库，只用道具从建筑物逃出就过关了。福利姆的恐怖游戏哦，3D 的，我觉得日本人好像很少做 3D 的 game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人走路小，步径好窄，好小。哎、欸。啊，他光线没有做得很好啊。木板上面钉着钉子，为什么只有这一块是黑的？走路声音好烦。人偶头，哦，诡异起来哦。要怎么？数量，试看看数量，二、一、四、二、二一四二，二一四二，哦，二一四二了，哦，是数量啦，不是他看的位置的九宫格位置，是他的看的数量，哇，眼睛呢？捡到宝物了，制作出来的眼睛入手了，这家伙不会跑欸，可会哦，空白键了，好吵，好烦躁啊！嘟嘟嘟嘟哒嘟哒，哦，干，关起来，应该可以不理他吧？哇，我可不可以蹲啊？这边是人偶制造厂啊，人偶工厂。是什么？这个解谜方式啊？怎么又是密码啊？好窄哦！妈的，这日本房子都这样子，窄到有点靠北这样。拳击练习台，上面锁住了。走这个也会死哦。我以为他们就是在那边没事做啊，我这样就会死哦。凶啊！前面真傻笑，钢坦克，这怎么办啊？往前冲啊！我可以在这边记录一下吧。没有遇到敌人的时候就可以记录了。男人的梦想，成为钢坦克。这头好恶心哦，怎么跟刚刚好像有点不太一样？有钥匙哎。用眼睛哦啊！我还要自己煮哦，钢普拉，人形裤就是钢普拉，上面锁钥匙挂在环上，没办法直接拿下钥匙，我还要找到第二个眼睛啊！他把路挡住了，喂，我干，我干。干嘛哦？被阴了，只能放这只出来了。这符咒要撕掉哎，然后那边有路可以走。干，买了一个懒觉游戏，怎么这么吃操作啊？赶快记录一下！啊，他就直接站在外面了，我也没办法了。好压抑的游戏哦，每一个走道跟通道都他妈的比屁眼还小。都来吧，叫钻什么？
开门，他不是又会进来？绕圈圈。好干！其实好像还蛮不错的喽，还蛮有意思的。楼来吧，就去开冰箱嘛。把它给挪下来，干！我不信，贴符咒，贴符咒，哦哦哦！地下那个咒文是，它贴符咒之后会回点上啦，等于是它的一个充电站这样啦。就是那个憨兜鲁金属片，憨兜鲁是你爸爸，等我是我老爸、哦。嗯，新的符咒，然后使用憨兜鲁，这该不会全部都来追我吧？我还是先记录一下比较好。放下来干嘛？哎，有个钥匙啊！我看到钥匙了，捡不到！贴贴贴贴贴贴贴！贴啊！干，怎么不能贴啊？这是一定要到有符咒的地方才能贴哦。啊，不对，不要乱摇一通。我说这边是不是有一个？哎，不对，哦，哎，怎么又有一只？贴符文啊，贴符，这只不是从里面出来的吗？原本那只在这边，原本那只。哦，哦，罗赖把那只啦，啊，这只是从那个冰箱出来的啦。你们干嘛那么严格啊？我们玩一个恐怖游戏而已，不要这么严格好不好？啊，这只怎么办啊？我们有符咒让它站了啊。手上拿了一个铁板，不知道是要干嘛用的。这个一定要到那个咒文房才能贴啊。第三格这里，贴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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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贴，干！站边边的最边边的边边，边边的边边的边边的最边边的边边。干！啊，他都把我挤到旁边来了。他妈怎么出去啊？那都挤成这样了，是要怎么出去啊？干！一定有一条安全路可以绕出去了。这边，然后这里面会掉吧？边。哦啊！啊安全格子是这边啊，第一格吧，第二格、第三格、第四格，然后绕一圈出来，这样中间是一个正方形，然后这边可以记录，都有正常破解方法啦，不要太乱来就可以都可以破的啦，这边也是啊，这边也有破解方法，就是走他看不见的路吧。这样了，这样就 OK 了。我们要有点耐心，乱来一通的。
破解了，是可以破解了，是不是啦？然后打开这边，耶、yeah ！再记录一下，我身上还有一个铁板，不知道干嘛用的。拼图。哦，哦，哦，给我神器啊！啊，然后跑那么慢，我他妈就往他头上敲下去，我就过关了。我为什么要在那边搞这些有的没有的？这里，这里，魔术方块，耶、yeah ！这个谜好简单哦，而且好有意思哦。以后媒体都搞这样，不就很有趣吗？好棒，好棒，好棒棒！等一下，出口那边是不是有一个木板可以拔？哦，有哎、欸，啊，这边停人哦。然后，救！哦哦，救到救到救到！哦。走好快哦！接下来怎么办？他不可能直接提上去吧？不是这样玩的啦！啊，好多好多！不是这样玩的啦！地板塌陷哦，地板塌陷那只可以把门关起来哦，对。然后再引钢坦克去踩符咒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大破解喽！我要大破解喽！这样。然后煮眼睛，冲啊！人类对上钢坦克，以肉体对抗钢铁。这真的好恶心哦！符咒，符咒，符咒！哦 ，What the fuck！ 干！我竟然要死了！靠背，快删啦！哦，好紧张哦，妈的！耶！好嘞，吓死了，超恶烂的。成功了啦！他后面在半身在爬的时候，应该是没办法解了啦，你就只能逃跑了。好爽哦！就是这个游戏是弗利姆上面的啦，你如果想要自己玩看看，你就下面我会丢网址嘛 ，OK， 自己下载来玩看看，觉得还不错哎、欸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日本的游戏小游戏制作者，对不对？日本的他们都很少在做 3D game， 他们大概都是做 2D 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可能是工具不习惯吧。说真的，加点故事进去应该会更好了。可以去探索者，探索到了一间里面都是人偶的房子，然后想要走的时候，发觉门被无形的力量锁住了，他就只好往里面深入嘛。他找逃脱的方法，然后遇到人偶会追杀，这样很有趣，这样。最后逃出的时候，虽然逃出成功了，然后再说不定再做一个简单的2D 画面啊，你就哦放心了，对不对？走向光明，突然脸前就蹦出一个恶心人偶，然后把你吃了。最后应该再来一个跳脸吓人，哇，那超屌，那就很有趣了。
那这个游戏我先玩到这边啦、啊，破关了嘛。感谢你的游玩，脱出成功，回到主选单人形库。没有啦，我先把这个游戏关掉了。